93.3频道，看舞蹈在九三全网最真的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这档接麦主播叫于朵。接下来的时间就我给大家表演才艺。然后那个啥，我们好，还有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。第一个舞蹈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能喜欢卡哇伊的雷。好。93频道，看舞蹈就在93，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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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个舞蹈，我头发好乱呀，感觉我头发好乱。我跳完，我觉得我能跳四个舞蹈。谢谢你们的夸奖，谢谢你们说我老阿姨。哦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说我小，其实我挺希望别人说我年纪大一点的。就每个人都说我像十六七的，我说我真没有十六七，我年没有那么小，真的没有。就我挺喜欢别人说我年纪大一点的，总是说我年纪小。
不是小屁孩了。到下一个舞蹈，喜欢朵的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直播室通知我。朵朵是学芭蕾舞的一个人。大家喜欢朵记得点个关注。然后我基本上什么舞都跳，就不一定什么不一定跳什么。你们想看什么，然后可以就是私下跟我说，然后或者喜欢什么舞蹈类型，或者喜欢哪一个歌都可以跟我说，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学一下哈。播吗？播呀，播呀！主播七十几岁，叫奶奶，来叫我奶奶。
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三频道，看不懂就在九九三，全网最真的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喜欢的记得顶一下右下角这个位置，直播室通知我哦。这个位置的关注记得顶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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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最后一个舞蹈，你们想看什么？跳一个你们喜欢的吧，好吧。嗯，拍火车不让跳。这个口红这个颜色擦不掉怎么办？好难受啊。我不是萝莉，我已经19岁了，我不是小孩，我再说一遍。我不是小孩，我已经19了。我不是未成年，你完了。妈，我不是未成年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是未成年啊。最后一个舞蹈，跳个这个吧，这个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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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 我不知道跳什么，我想问一下你们想看什么，但是你们没有想看的，好像还有最后一个时间，大家把关注点一点，谢谢大家。我看见一个，我有的曲儿，六神我有，我有这个曲儿，来跳六神。Lekin yuragimda qon, so'ngra esi berkitil yaratgan aqlim.